几天前我曾经问 ChatGPT 是否知道岳母刺字的故事，结果发现他呀是一通的胡言乱语。经过不断的调教，最后似乎让他明白了岳母刺字是什么典故。那么今天再问他是否会有起色呢？这次啊，我们就不转弯抹角了，直接抛出我们的问题，请告诉我关于岳母刺字的故事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比之前的还不靠谱。看来啊，他根本就没有学会。那么我们换一个对话，再问一遍。同样是鬼扯，剧情呢还搞得这么复杂，还有对话。我们还是再问一次，看看还能够编出什么样的故事。哎，我感觉突然呢对他编出的故事感兴趣了。那这次又是有名有姓的故事了。天哪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了。事不过三，我们再给一次机会。但很明显，鬼扯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前三次。真的不甘心，再来一次。当然内容不看也罢，看来也罢，我要警告他了，要他不要编，要告诉我们真正岳母刺字的故事。这次会是真的吗？一开头就发现是在鬼扯了，我们赶快划过去。怎么样才能够让他说出正确的版本呢？要么再给更多的明确的限定，比如加上岳飞。这个还不够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还可以加上岳飞的母亲。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我们等待着看好戏吧。这个看上去呢好像比较靠谱。啊，还我河山？什么？还我儿子？这个比前面的还不靠谱。看来这些办法呀都不行，那么我们只好放大招了。是否他对于这些问题啊，哪怕是中国的故事，也要用英语提问才行呢？那我们就试试。我们在网上找到对岳母刺字的标准英语翻译，拷贝过来。再自动翻译为汉语。
大家再看看这个是不是靠谱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目前要让 ChatGPT 能更好的工作，还是要尽量用英语。